好，大家好，现在为大家来一场拳皇九七对决解说。现在依然是老 K 对战包王的一场对决。现在老 K 首发霸神，包王是他的非主流选手龙二啊。哎，直接跳一个甩皮鞭三连，霸神直接葵花点起来，包王没有挡住啊。但是老 K 依然是进攻非常猛烈，削风接起来，直接接葵花，他再次跳 CD， 葵花再点。哎呀，包王直接被撂倒了，这攻势太猛啊，攻势太猛，真是很难防御。现在我们看包王的主力包子来如何应对这个霸神。哎，直接又被打中，好，再次刚一下。哎呀，葵花削风接起来，葵花一点，哇塞，又被这个包王的这个圣母打中。哎，这个削风抓的是特别之快啊，打中直接就接起来了。包王再次 AD 闪身，好，大中大招，但是没有打中。哎，老 K 急了，老 K 急了，直接就蹦在波上了。现在我们来看老 K 的大猪能不能征服包王的包子。哎，再次开启 CS 模式啊，包王再次开启 CS 模式，这是发波。哎，直接一个跳过去，一个指令头直接抓到包王的包子，直接被废。现在我们看起假设，哎，再次一个跳锤，再跳锤，包王是没什么好办法啊。现在，哎呀，老 K 继续跳锤，这个跳锤还是很猛啊。哎，直接跳反过去，直接一个抓了个指令头，这个非常好。好，再次跳锤，包王已经快被耗死了啊！哎呀，包王直接被耗死了，这局直接给魔血磨死了。